暖和的春天，酷热的夏天，凉爽的秋天，接下来当然就是糖厚了哦，寒天到来嘞，寒天到来嘞，寒天到来嘞，冬天到咯。在这个季节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暖哦，千万不要为了爱睡不怕老皮醉，这样是很容易寒到感冒的哦。赶快来看看今天要学的客家话落去。寒天到来嘞，阿秋，哎，雨儿，你是怎样啊？感冒了？没有啦，就寒天到来了，冬天来了，狼啊！狼人当然啦，哦，寒天到来嘞，冬天到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你穿这么少，当然会寒到感冒啦。你至少要穿一件 V 神衣、卫生衣，或是穿一件蓬纤衫、毛衣，这样才不容易寒到感冒。可是我就不喜欢穿 V 神衣跟蓬纤衫吗？看起来像包肉粽哎，又胖又丑的。你真的是爱睡不怕老皮醉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的 V 神衣、卫生衣都做得很好，又薄又保暖，暖和，不会穿起来像包粽子啦。阿庆，看来我真的要穿 V 神衣了，不然我真的会寒到感冒啊！对啊，到时候寒到感冒就不得了了，赶快回家多穿几件衣服再出来啦。复习时间，冬天到了，寒天到来嘞，寒天到来嘞，冷，冷，冷，卫生衣 ，V 神衣 ，V 神衣。毛线衣，蓬纤衫，蓬纤衫，感冒，寒到，寒到，暖和，小暖，小暖。行真耶，客家 VMP， 本人客家 Q 哈来讲客家话。